翡翠岛的肇事逃逸案是怎么回事？翡翠岛的车祸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个家伙现在为了抓陛下，杀红了眼。好好处理，别让这件事节外生枝。在干嘛？抓住他！劝你放弃吧，我们快点把事情处理好。我也不想这样对你。闭嘴！我一定会查出我妈死亡的真相。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，《皇后的品格》，东森戏剧40台。